高铁之上，两个女子就为了拉窗帘整整相持了40分钟，甚至要让列车员过来协调吗？说实话，出门在外怎么就不能互相体谅一下呢？前一阵子大家记得吧，关于火车卧铺的下铺能不能别人坐这个问题引起了轩然大波的讨论，以至于啊，最后铁路官方12306都得出面解释了，人家说得很清楚啊，谁买的下铺，下铺的使用权就归谁。理论上讲，下铺只有买到下铺的人才可以坐，才可以躺，才可以睡。但是当然，有的那个火车啊，它的运行时间非常长，几十个小时。白天的时候，你说在中铺和上铺的人，他不可能一直躺着呀，他总要下来活动活动或者坐一坐的。以往咱们也非常清楚，拥有下铺的人呢，也都会特别大度的把床让出来，让大家坐一坐，其乐融融的，一边聊着天，一边进行着自己的旅程，挺好的。但是反过来讲，咱们也得知道12306必须得出这个解释，他必须得告诉大家，下铺的使用权就是归下铺购买者本人，否则的话就会出现乱象。什么呢？下铺的人说我想休息了，我想躺一会儿，那中铺上铺说不行啊，那么我们是不是有权利过来坐呀，只要我想坐你就必须随时随地让给我们呀。所以咱们把这个规则确定好了，下铺让你坐你可以坐，下铺不让你坐权利就归人家，人家自己坐，人家自己躺，人家拿窗帘给拦起来都是合理的。说实话，这种事儿过去根本就没有啊，因为大家都清楚，出门在外要互相谦让，能给人方便的时候就帮人家行一下方便，这样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利的。可是今天我们真的有些人出门在外的时候就是愿意斤斤计较。比如说最近在某趟高铁列车上还出现了让人啼笑皆非的一幕，这一把是硬座哈，硬座呢有个窗户，窗户上呢有这个遮光帘，当天还是晚上，有一个女子呢把遮光帘拉下来了，旁边另外一个女子感觉到不行，我感觉这个遮光帘拉下来我不舒服，就把遮光帘拉上去了。你说如果是白天，阳光非常刺眼，有的人呢受不了阳光照射，有的人呢特别喜欢晒太阳，哎，你们发生这个矛盾咱还能理解，当天是晚上，一点阳光都没有，结果呢这两个女子就因为是到底应当把遮光帘拉上去还是拉下来，反复争夺了接近40分钟。哎呦，这真是让旁人看着都觉得这俩人怎么这么小肚鸡肠啊，甚至有人把这个事儿也问12306了。那你说让铁路官方怎么解释？难道还要出台一个声明说这个窗帘就只是坐在窗边的人有权利把它拉上去还是拉下来吗？12306这把也说啊，咱们应当协调解决，你们实在解决不了呢，那不行去找列车员帮着解决一下。很小的一件事情，难道非要争吵几十分钟甚至惊动列车员吗？咱们出门在外怎么就不能互相谦让一些呢？